这位美女，咱先留个联系方式呗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玩什么 cosplay 呀？肘子扣了。哟，你们这是拍真人秀呢？哎，摄像机在哪儿呢？哎，导演在哪儿呢？哎，哎，美女，你看我这刚刚出了车祸，这从山上摔了下来，这一时半会儿，哎呦，这脑子有点乱。但是你看这外面，这天都快黑了，这山上可是有野兽的。这天黑之前，咱们得赶紧一块下山，去喝杯咖啡，聊聊天，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。你长这么漂亮，肯定是大明星吧？哎呦，我还从来没有跟大明星合过影呢。你等一下啊，我拿下相机啊，咱俩合张影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很快很快。人呢？人呢？神仙姐姐，大明星，大美女，大美妞，在我还没有完全讨厌你的份上，要不然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。你既然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，咱们两个不如……哎，你干嘛呀？那个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贵重宠物，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去喝杯咖啡，聊聊天，谈谈人生什么。